个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打念佛期的时候，也是我们大家欢喜的日子啊，如同世间过年一样，最欢喜的日子就是我们打起的日子，他因为他能给我们啊增加智慧啊，让我们感受到的啊这个成佛的机会啊，成佛的打起来了，它是一种啊客气求证的一个机会啊，是我们啊修行必要的一个过程啊，过程，因为我们平时啊这个修行中啊有很多的啊这个需要啊突破的机会啊，就是用这个打起来解决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啊，平时我们努力了啊，我们积累了，平时的努力和积累啊需要一个关键时期的一个突破啊，打起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平时的努力啊换来了打起啊是一种平时努力的一种检验和一种啊集中起来的一种突破啊，一种突破。为什么说打起是一种突破啊？因为我们打起了就不给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啊去做一些啊其他的事情了啊，因为打起能集中精力啊，集中精力。集中精力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把我忘掉了。啊，把我忘掉。因为我们最大的隐患是什么？是我。啊，是我。因为有了我，啊，我们就有了这个啊生死轮回。有了我，我们就不能见佛性。啊，有了我，我们就不能成佛。念佛法门就是克服我的最好一个法门了，啊，一个是方便啊，一个是啊能够集中精力，用一句佛号把我忘掉了，啊，把我忘掉。所以说这个念佛呀，这个对忘掉我是很好一个办法啊，很好一个法门。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有问题，就是说忘我啊，那个，所以说念佛是一个很好的法门，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啊一个特色。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念佛，啊，我们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什么样是最好的呢？就是集体念佛。啊，集体念佛，集体念佛为什么是最好的？因为集体，你把自己融化在集体里，啊，爱这个集体，啊，不排斥，啊，因为集体才是我心中啊最高啊最上的啊我最后所拥护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快的就把我。啊，空下来了。当我们发现了自己融化在集体里了，啊，我这个我这就淡多了，甚至没有了，那就是以集体为发生，啊，甚至你睁眼睛也找不到自己了，啊，用一句佛号啊，再进一步的去巩固啊。去验证啊，让这个无我啊逐渐的扩大，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就了，啊，成就容不容易呢？是实际上是容易的，啊，但得有积累，积累就是每一天的努力，每一天的学戒啊，还有每一天的念佛坐禅啊，这都是积累，哪个都不可缺少的。
这些东西做足了啊，你才有突破。所以说这我执啊，特别的难破，特别的坚固啊。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啊，来突破啊，来忘掉我啊。所以说最大的隐患就是有我啊。这个这过去啊，佛也讲过，诸师大德也都讲过啊，都是也讲到最大的病患就是我身啊，就是我身。我身实际上不是说你这个身体，就是因为是有我字啊，什么都是考虑我的身体啊，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我想睡觉，我想干嘛，甚至一个屋里他都考虑了啊，我和谁住一起，我们俩脾气对不对？他说话能不能影响到我？这都是我执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想克服，你想正道，你想克服这些东西，你必须要融合这些东西。首先是接受，欢喜的接受，而愉快的接受，而且对这个啊集体，它产生一种啊那个融入啊融入，哎，不考虑自己了。脑子里没有自己了，这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了，我已经没有意义存在了，它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那块儿，它就是一个，我身就是一个幻想，就是一种幻境。那时候我们的心啊会有多大呢？集体有多大，你心有多大？由于这个心可以变虚空万法界啊。这时候我们就自由了，我们自由了，身体已经不成为我们的障碍。这我们会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啊，无比的自由，我们才感到佛法的真实性。所以说这个讲这些，就是说念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啊要认真念佛啊，克服心里的对法的执着啊，不要去分别这些事情啊，不要分别事情啊，而且呢，认真的呢接受它，因为念佛它就是法身啊，就是法身的一种变化，它是一个很好方便的一个法门啊，不要考虑我是修禅的，我这是。那个念佛的啊，有很多的人啊，有很多道场就反复的执着这个东西，表面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在我们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他又给自己设立了个障碍，修念佛法门很好啊，念本来很好已经行了，他反而又这里又假的我是唯一的。我是最好的，等等，他又给自己又设立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说使念佛法门出现了很多的啊那个不合适的地方啊，与法门不相应，有的认为是一种忠诚啊，是一种荣誉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什么呢？最后的一根啊救命稻草，他因为这么做，他就能抓住佛法这条道。实际上他并不是，因为你放弃了一个木头，抓住一个草啊，这个草他救不了你命，他也不能啊随着这个草的沉浮把你送到彼岸去，只能随着这个草最后而堕落下去。我们应该抓住那个木头，那才是帮助我们的地方。所以说念佛法门千万不要有念佛法门这个字样，没有意义啊，不但没有意义，还把我们堕落下去了，
好像是一种救命稻草啊，实际上它承担不起我们的沉浮，啊，它这种想法是很脆弱的，啊，脆弱，而且是一种欺骗，啊，是一种欺骗。当我们心里有了法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和念佛法门已经相违背了。我们的修行就是什么？就是放掉一切，啊，放掉一切的执着，啊，走到真实的道路来，啊，我们念佛就是念佛，念佛是放下自己的所有，啊，包括我们的念头，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这样的话我们会走到啊一个真实的道路上。啊，那你说刚才师傅说了，这是爱集体，那不是一种执着，这个不是执着，爱集体是通过爱集体来放下我身体的执着，这个爱不是那个世界世俗的爱，而是有了集体没有我，用集体来代替我。逐渐把身心扩大起来，和佛法融合一起来，那时候你才知道了啊，这个念佛究竟是为了什么？啊，怎样去念佛？啊，怎样破掉身执啊我执？所以说，念佛法门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啊，也是我们必须修行的一个啊。它会我们啊破除我们很多的执着，比如说禅修禅呐，啊修密啊，修这个净土，所以有各种的法门出现啊，但是呢，每个诸师大德都不意识都不是叫我们来执着这里，啊。是通过来忘掉我，啊，忘掉我，通过这个方面去爱集体啊，忘掉我啊，通过这样啊，使我们的执着变得淡薄，啊，变淡薄。当我们有一次啊，发现了自己啊，睁着眼睛啊，找不到我的时候，那身心愉悦。那时我们才知道，一个了脱生死的人啊，他身心是多么愉快。他才知道啊，了脱生死才是我们终生的目标，啊，他不是痛苦，啊，不去失去什么，而获得了空间，啊，失去了束缚，这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说我们念佛。打破气啊，就是要恳恳切切去念。什么叫恳恳切切？就是忘掉我，忘掉我。有的就想到阿弥陀佛啊，你赶来接我，我很苦，那做了很多作业，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你就是去真心的去念佛号，而什么都忘掉。啊，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不要在念佛上再给自己设立了心理障碍。现在就是说修行中有很多的岔路的地方，啊，有时候令人哭笑不得，啊，哭笑不得。你比如说，念个念珠啊，前天居士也问我，这以前也有。说念珠啊，说师傅这么念一遍，念一遍，完了这么再倒过来再念一遍，啊，有的还说这个是佛头，这个佛头还得转过来，要否则就是错误的啊，否则就是就要犯了什么罪似的，这样才能获得念佛的功德，要不这样的话就没有功德。当然，这话都是居士说的，啊，圣人没有这么说的。那当然，也许有啊，我不知道。
这都是没事呢给自己找事啊。而很多的居士呢也产生了疑惑，他为什么来问师父，本人他就不认可这个东西啊，所以想问师父来证明一下他的想法是否正确，或者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啊。当给他解释了这个问题，说这个没有必要啊，念祖就是一个舍念的一种工具而已，没有什么说的。他听完了以后心里要出了一口气，心里放下了。原先他这种想法对他很紧张，本来念佛是为了放下，他又把念珠又提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修行中，不要再给自己增加新的念头。我们知道了念佛究竟为了什么啊，我们不要再增加什么啊，这样的话慢慢与这个念佛呢就相应了啊，我们就会放下的很快，哎，放下很快。大家放下的快，不光是一个方法的正确，更主要的功夫的深入啊，平时的功夫深入，诵戒呀，啊，集体上早晚殿呐，啊，坐禅呐，等等啊，打扫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念佛的基础，啊，都是念佛的基础。因为修行它本来就是一个，就像一个海似的，海里的水是各地汇来的，海的浩大啊，它是由各种小河流啊一滴一滴的攒进来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光看到浩大啊，光想到浩大，而忽视了其他的细流。这样的海啊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我们念佛也是这样，我们的功夫也是这样啊，我们的了脱生死也是这样啊，都是一点点攒来的啊，一点攒来啊，你平时的积累啊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啊。所以说这个念佛的时候我们注意这几点啊，我们就会达到恳恳切切。恳恳切切是放下啊，是没有杂念，是对念佛的认可啊，因为他已经跪到佛这块了啊，他没有杂念了啊，没有其他想法了，甚至有一些妄想啊，他都是一带而过，而他不影响他的啊本来的根本思想啊，这才行啊，这才行。所以说念佛啊，我们这样的话才能体会到啊什么叫恳恳切切啊。有的可以解释啊，瞅着阿弥陀佛，瞅着西方啊，流着眼泪，阿弥陀佛啊，你接我走吧，我在早就我受够了啊，我在受够了，接到那地方，我听说的都是什么琉璃啊，金砖铺地啊，等等啊，你说这块儿啊走道全石子儿，啊，你就多难受是吧？是不是？他想的都是那个我的享受，我如何如何，都想这些东西奇奇怪怪，哎，他把这自己的苦啊，也当成一种诉说，啊，因为这个苦我想离啊离开这，啊，那只是一种相对的一种教育，啊。它并不是你恳求阿弥陀佛的这个工具啊，是放下才是他渡船的工具啊。有的用感情感来代替念佛，代替恳恳切切，这样的话我们在念佛的很好一个大船上啊，我们又给着了个窟窿啊，所以说没有必要啊。这个船就是无我才能渡过去啊，所以我们知道恳恳切切是什么意思啊，不是用情感来理解恳恳切切啊，用情感来理解恳恳切切啊，虽然能支持我们一段的啊行为啊努力，但是最后它还成为障碍，
那我们何必不直接呢？是吧？我们当知道他的恳恳切切的深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清起了啊，这个恳恳切切，啊，心里放松了，啊，没有紧张了，而且知道这是唯一一个目标，是个正确的目标。我们心里的这个放下和轻松，啊，正是我们啊念佛的本来的面目，啊，念佛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念佛，而且不知道疲劳，啊，没有疲劳，所以充满了这个，啊，真正的力量，啊，充满真正力量。因为你这么做，因为他和什么呢？和你的法身相应了，法身相应了，无穷的力量，啊，无穷的智慧，啊，他都汇到你身上去了。啊，因为空间呢，啊，是无数的，啊，大，没有限制，无边无边，啊，佛经不也讲了啊，一滴沙子，一滴水，都有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微尘里都有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我们只要是放下我，没有我了，这些这个啊，世界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啊，都是你的。所以说他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说，千万不要过度的作揖啊，过度的作揖，我们就好好念佛啊，放松去念啊，无我去念。不要考虑什么我腿疼了，我这的那的啊，就不要想那些东西，啊就行了，啊，这样的话我们会获得啊不一样的体会，啊，另外在这个念佛这个下来以后要打坐，啊打坐，啊要巩固的就是动静结合的去修行，啊去修行，啊，另外还要不急不躁，啊。有的很着急了啊，我的岁数大了，我得赶紧叫阿弥陀佛接我走，嗯，趁着念佛机会我多跟几个班，啊，心是好的，但是你那个着急就错了，啊，着急错，有时候没有必要，机器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个不落你去做，把它完成好，这就很好，因为你这里没有着急的心态，它就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有着急的心态，虽然努力了，但是获得益处很少，啊，就是和机体为最高啊最胜，拿机体啊为自身啊为法身，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与法相应，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再一个就是。不要回屋里去睡觉，啊，有的累了啊，有的跑拿凳子上去躺一会儿，你就，或是念念佛，我念几句我下去了啊，上厕所，本来是五分钟就完成了，他弄个半个小时回来，啊，甚至在厕所坐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啊，来缓解自己的疲劳，你自己那是糊弄自己，啊。了脱生死都是自个儿了脱生死，不是那个厕所帮你了脱生死，哎，你待多了那就待多了反而成为你的障碍啊，成为障碍，嗯，我现在发现厕所啊那个蹲的那个挺好，因为你不在那蹲的时间都短啊，这一坐着吧你待的时间就长了，对你懒惰呢造成了一种那个方便，但同时一样啊，这个坐便呢它也能让我们去克服啊享受，因为只有享受，面对享受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啊拒绝，产生拒绝就是我们的定力啊，所以我们抓紧念佛啊，又不过分啊，
这是一个。另外呢，集体活动啊，走啊，一定要随着集体走，啊，不管它好坏，那是集体，那就是我们的发声，啊，那就是我们发声，所以应该把集体看成发声，这样才能克服我。我为什么我这儿老建功呢？因为从来不把集体看成自己，所以我这儿就建功。如果你把集体看成是我，一切都集体利益为最大，所以这个我这儿你想上级都难，啊，这是很好一个法门。就像你平时念佛似的，啊，说我没念佛号不离口，这个你不念他也是在念佛，啊，这都是很殊胜的东西，嗯，这是一个啊要求。另外呢，我们走道有唯一啊。另外，这个打气一定听招呼，咱们分两个班，啊，有秦维和这个秦唐师啊，两组呢，各组啊，不要乱，也不要串，啊，不要串。说我嫌弃这组，我先上那组，我那组念的好听，我挺入心，啊，那你要那么想，你就和你发生对着干，啊。你只不过是通过这种念头来增强了一个你，啊，这我执，啊，表面上是为了法，实际上是我执的一种表现，啊，所以我执啊，你给这俩堵住了，他会从那个缝里要转出去，啊，当你满足了那个缝的时候，这我执又坚固起来，所以你不能被骗，啊。就像小偷似的，上一都偷不到你东西，他都从下一偷，下一偷不到从旁边偷，反正他总的是想偷你，所以你不能说啊，你偷上面不行，你偷下面行，能吗？你能干吗？那下面也是钱呢，对不对？是吧？你肯定不干，你要谁干，你肯定说这是傻子，那都是钱，你叫他偷了不完了吗？是吧？这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处处都得提防小偷，他用各种方法，你捂住了上兜，你还得捂住下兜，左右兜都得捂住了，哎，小偷才没有有机可乘，才会老实的。啊，所以说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老找那些方便呐，那种理由啊，那种理由太低级了，啊，太低级，而且是很有用的一种啊借口。很多人他用这种方法来满足自个儿心理需要，因为打气的时候他心里烦躁，为什么烦躁？他鼻的那种妄想啊，到处想钻空子，给你各种的理由给你，哎，你去吧，那个他念多好听啊，你看这个一点不好听，你看他那嘴型都不好看啊，你看他眼睛瞪的那样式的啊，你看走那脚步，他个人给你各种的感官，哎，让你去随顺的去满足他这个啊，他的那个条件，最后你满足了他了，你等你这个修行，就失败一半了，基本就是失败。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好坏也好，好也好，你别骗我，当你发现他念的不好的时候，那就是你成就的时候。你发现不好了啊，什么不好了？这个念头哪来的啊？他就是妄想，你抓住他不好，我就给非给你念到底，那那个妄想就老实了，哎，你就把它融进来了，化了，它就是你的法身一部分，是不是？法身在哪呢？就在平时我们的自私自利里，自个儿的想法里，那个东西你把它克服了。就是我们的发生，一点点积累下来，啊，最后没有好，没有坏，啊，整个都是我们的发生，啊，最后我们慢慢的啊，一点点来。所谓的集体，最后有没有集体？集体也没有了，就有发生。发生是什么啊？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那就是我们发生。我们有了这个种子，我们就会见到啊，逐渐会见到自性。
这多好一个法门，多好一个方法啊！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啊，这个修行也不断的上当啊，不断的开口。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总是给自己充分的理由，总是不断的上当受骗啊。所以说，千万的注意别受骗啊，这很重要。现在呢，社会上受骗的事儿太多了啊。那听看一个什么，卖什么卖毛巾的啊，说你看你买了这个毛巾可好了，往鼻子跟前一凑合，就中了迷魂药了。完那个、下面就告诉你，你把你家钱都拿出来了，就直接奔家就把钱都给拿走了。现在很多骗子很高档的。很高的啊，我们念佛的时候也得注意这些骗子啊，他给你很多理由啊，别跟他念了，你看他念那个声音啊，你看他走那几步道啊，你看他这些人啊，告诉你跟那些有成就啊，你跟他那些你这个气打得很好啊，你心情会很舒畅，那都是拿迷魂药灌你的，灌完了以后你把所有的里面的钱全都交给人家了，啊，全被骗了。等你明白过来，东西已经没了。有时甚至骗完了，他也不知道没了啊。他觉得已经交给了一个，很可靠的人啊，他以为占着便宜了，实际上是吃了哑巴亏，他也不敢说啊。所以说，为什么报案的少呢？就是因为吃了哑巴亏。报案丢人呢，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这方面注意啊，修行也好，干嘛也好，一定要正确的方法，不让它有漏洞啊，有漏洞啊，这就行了。当然，身体不好的啊，跟亲常识请假啊，请假。嗯、啊，这个还有一些那个岁数大的啊，你像中猫啊。那么警戒，有时候身体不行就别硬挺啊，适当的休息啊，适当休息休息完再上啊。就念佛呢，要念得很愉快，很切切啊，很真实啊，让大家真正的像过年一样啊。佛教的过年和世俗那绝对是不一样啊，我们的过年就是提升的过程。好，今天就讲这里。发动机。佛道。啊，这个两种的这个啊，这个佛起的时间啊，两个佛起时间到了啊，这次大佛起啊，听秦长师也说了啊，都是比较安稳啊，也都比较顺利啊。刚才我也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啊，还是很不错的啊，说明心境很稳啊，很稳。心境稳了啊，这个佛号的声音啊也是不一样的。打佛七啊，它不光是我们这个一个用功的一种方式，同时呢也是检验我们平时心性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平时的心性啊，如果到位了，在佛七上啊。我们念佛的声音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充满了一种什么呢？自信啊，自信啊，这种自信呢，它有穿透力啊，它有突破的能力啊，它更有一种啊承担的能力啊，因为我们这个念佛的声音，用功的声音啊，用功以后啊，它会变得不一样啊，变得不一样啊，变得啊更有这个
他的承担能力了，啊，什么承担能力，也就是承担如来家业，啊，为了佛法，啊，为了众生，啊，为了了脱生死，啊，我们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啊，说念佛这个法门呢，对于末法时期修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法门，啊，它能够使我们啊迅速的放下一切，啊，放下一切。通过这个两个佛期，看出大家在修行中还是很用功的，啊，很用功。而且呢，这面走了十多个小时，而且给人烧，那面打坐要十多个小时。这个打坐呢，就是，啊，随着个人的因缘，但是都能够在那坐着，而且没有靠着什么，啊，能坚持下来也是很不错了，啊。所以这种修行方式啊，对我们来讲啊，都是很好的，啊。所以通过这个打佛七也好，念佛也好啊，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对佛法有一种啊认识，啊，认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自性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于我们是否敢用功，啊，敢去努力。你努力了，它就有变化；你努力了，它就有所不一样。你用功了啊，我们对佛法就有认识，有认识了，我们就有突破，啊，有突破。啊，当我们心里升起了这个勇往直前的精神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了承担，啊，有了承担，还有什么？当我们有了承担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已经就离我们的啊无相越来越近了啊，因为这个努力啊和这个承担啊，这都是我们自性里显现的一部分啊，我们越来越靠近了我们的了脱生死这一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啊，它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很简单啊，我今天努力干点活，我就如何如何了啊？它不是这，它是一个很神秘啊，一个非常啊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通过这个念佛，是我们对这个佛法的理解和认识，它都不一样了。啊，我们知道佛法的这个真理所在，我们知道了佛法的究竟，嗯。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的路在哪，啊，有时候我们虽然修行啊，不知道佛法究竟在哪，啊，究竟在哪？虽然是有些理论说的都很神乎其神啊，但是是很正确的，啊，它听着很玄妙，啊，但它没有离开事实，啊。为什么我们心里还充满了疑惑呢？就因为我们用功不到位，用功到位，这些理论它就是事实，啊，这种玄妙啊，就是我们自性里的一种美妙，啊，就是应该有的东西。所以说只能通过修行来印证这个问题。啊，通过修行，我们才知道外面一切世界都是啊，我们自性的显现，也是我们自己是否努力的结果。我们努力了啊，我们就会理解；我们努力了啊，我们就会在了脱生死的路上啊，有了新的认识啊，新的成长啊，新的成长啊。也就是说，我们离了脱生死越来越近了。啊，这是难得的好事，啊，所以打起来讲，啊，是我们一种突破的一个小过程啊，一小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啊，因为在末法时期，想修行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而且给我们的机会也不是太多，因为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啊，因为它这里面很多的变数都在这里面。
啊，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它非常珍贵，啊，非常珍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佛棋，我们在努力啊，但是也有一些啊走的，啊，他们现在在干嘛呢？他打佛棋吗？啊，不是，他们在往在颠簸，啊，在流浪，啊，在充满了幻想，啊，但是时间过去了，啊，虽然他充满了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想法，但时间过去了，时间过去不再回来，啊，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时间是什么？是我们的修行，啊，今天和明天是不一样的，啊，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也是不一样，虽然甚至做同样的事情啊，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抓紧每一分钟啊，它是我们的啊救命的船筏啊，是渡苦海的船筏，一分钟就会产生了天地的变化啊，掌握了这一分钟啊，我们就有了十分钟的把握，啊，如果这一分钟浪费了，我们就退后十分钟，十分的把握，甚至连一分把握也没有，啊，所以说这个，认真的一分钟啊，是我们生命的一种保证，啊，所以说我们念佛的，不断的啊，这个努力着啊，不断的精进着，所以说就抓住每一分钟。抓住一分钟，我们了脱生死，就前进一步，啊，就坚固一步，啊，我们就找正了方向，啊，所以对这一分钟的这个认识啊，很多人是不在意的，因为每天的一分钟过得太快了，而且很不在意的，啊，就过去了，有多少个一分钟啊，瞬间就没了。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就知道每一分钟的重要啊，我们开始念了分两半啊，念了这一分钟就跟上了，跟上了啊，我们在这个修行路上就有所保证了啊，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们的承担就起来了啊，如果这一分钟没有精进到啊，我们这个一分钟的这个时间就浪费了，我们的保证什么东西啊？啊，一切修行的这个啊指标都会下降的啊。所以说，通过念佛，我们认识了这个世上的修行的重要，也重要在哪一块啊？知道了这每一句佛号、每一分钟的努力，它是不一样的啊。前一分钟的努力和后一分钟努力，它是不一样的。啊，前一分钟的努力可能了脱生死很快，后一分钟的努力啊，不知道啊，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补救回来啊。所以说，生命可贵啊，修行可贵，都在抓紧每一分钟啊，每一分钟的努力就是抓住了生命。啊，抓住了修行，所以我们啊，这个打佛棋啊，打这个两个佛棋的努力啊，是我们的认识会提高的，是我们的感受会提高的啊。我们的感受这个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啊，什么在修行在眉间，什么是生死啊，源头啊，什么是迫切啊。有没有佛棋，我们对这个感受很散漫，啊，甚至是有的可能，觉得那个慢一分钟修行是一种享受，啊，你比如上殿呢，啊，今天我不上殿了，我觉得我占便宜了，甚至晚上一分钟啊，也觉得占了挺大一个便宜，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我们世界上和修行中啊，它的区别就是被骗不被骗的问题
我们每一天都要和这个他斗争啊，我们斗争过了，我们就争取了一份了脱生死的先机啊，我们斗争不过啊，我们散烂了，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机会啊。所以通过大佛七，我们认识到怎么去争取每一分钟都在修行上啊，每个事情都在修行上啊，甚至包括饮食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佛七啊，让我们提高了警惕，让我们认识了很多的问题，这就是佛七啊，这就是佛七啊。当我们认识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离了脱生死进一步，我们的感受啊就会不一样啊，我们的感觉的世界它也会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佛七带来的啊，巨大的好处啊！我们今后呢，应该按照佛起，按照我们所得到的感受去努力啊，这样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修行中啊，我们就有更多的体会啊。换句话说，这体会就是我们更多的啊修正啊，修正，把自己的错误的东西丢掉，把新的东西啊。留下来啊，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啊，更直接，更迅速啊，这是我们佛七带来的又一个好处啊。所以佛七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啊。所以大家把这个佛七的精神灌注在平时的修行中啊，包括每一个部分啊，包括诵咒啊，啊，包括这上殿呐、啊、坐禅呐、啊、过斋啊、听法呀、啊，都要把佛七这种精神加进去，这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也是打佛七其中的一个目的啊，用它来找出标准来啊，找出标准来，让他们啊。让佛七的精神啊把我们统一起来。但是刚才念佛号的时候啊，大家呢都很这个心一致啊，啊念的也比较直接啊。我说的直接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弯曲，而且非常的啊直心，所以念出的佛号啊它也非常摄人感人。啊，这都是好的东西啊，佛七所带来的一种啊效应啊，把这些东西用在我们每个修行上环节上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长足的进步啊，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努力，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在这个路上啊就会感觉了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希望啊，有的人为什么他有些枯燥了呢？啊，他因为，他没有看到希望，没看到希望的目的啊，他就是因为他在努力中啊没到，努力中的人，他必然会得到甘露，啊，得到甘露的。所以我还得努力啊，只有努力才有这个。前进的方向，我们只有努力才会有成果。所以这都是一个佛七带来的很多的益处啊，也是我们平时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佛七啊，有今天的佛七才有今后的方向。说整体它是一个东西啊，说我们珍惜平时的啊每一分钟每一个环节啊。每个这个常住所要求修行的啊，这个各个的这个目的啊，都要把它看成一体的东西啊，哪个都不浪费啊，我们佛七会打得更好啊，我们对这佛法的认识会更深啊，我们将来
在了脱生死上更有把握，啊，所以这个佛系还是很成功啊，很有益处的，啊，再一个就是，啊，这个佛系啊，这个居士护持没有问题，而且呢，斋堂啊，给我们的提供的饮食啊，大家应该感觉到还是挺满意的啊。虽然没给大家捞，但是其他人个别说我啊，大家都很满意啊。这就是我们佛企带来的效果，也是居士护持一片心啊，也是这个斋堂啊护持的一片心，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感谢他啊。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很好啊。今后在西红中像这种佛企一样的努力啊，换句话说啊，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佛企一样的努力啊，这样我们就会获得更大的成就。好，讲这里。马东青